新版的第十七题，第十七题。前十功德第十七，在这一题里面，第十七题，前十功德第十七。品题上讲到前十功德，从品题上我们能看出来，这一题是佛给我们介绍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以后出生的处所，七宝池、八功德水里和莲花，全池的功德，这里面也讲了水，水世尊在介绍极乐世界一报里面，在这一题里面特别详细的说明，也是从我们娑婆世界众生观念角度来讲解。我们世间生活水很重要，你居住的城市、国家水源因为人呢生活衣食住行，水很重要，所以佛从这个角度也给我们介绍。我们看看极乐世界的水更为殊胜稀有，从它水的殊胜功德，我们就能推广西方净土，它是法性土，是佛的境界，所以它是究竟圆满。这方面呢，我们能体会多少，就多少，越多越好。体会的多呢，我们对于西方净土的向往的心会很切。在娑婆世界呢，你能体会到的苦越多越好。为什么呢？帮助我们生厌离心。假如在娑婆世界，你体会的好处很多，有点麻烦。这个地方越好，你就越难舍。那这个地方，我们认为好的地方呢？佛在经中教我们智慧的观察。我们这个世间好像比较好的时候啊，它是无常的，就是不能保持。你比如说我们的寿命，即使有再大的福报、福德、好地方、好处所，假如没有无量寿，那都是空谈。所以这一个轮回，我们就很难过。所以了解这个事实，西方净土、娑婆世界概略的一个相状，我们了解，就能帮助我们发愿求生净土。下面同学们看经文，右起讲堂左右，全池交流，
讲堂就是阿弥陀佛的讲堂，前面一撇，堂舍楼阁。讲堂左右啊，就是讲堂的周边，周边就是这些全池啊，七宝池。这个池就是我们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出生的处所啊，所以我们升到西方净土，升到这个七宝池，离阿弥陀佛很近，出生出来啊，一上岸就可以听佛讲经说法。众广深浅，皆各一等。众广深浅，皆各一等。这个一等呢，就是等比例啊，长宽高的比例是相等的，比例相等，但是大小不一样。所以底下讲，或十由旬，二十由旬，乃至百千由旬。所以七宝池的大小不一样，但是比例啊都是一样的。沾染相结，具发功德。沾染就是清净的样子，香是香味儿，相结。后面讲具发功德，我在弥陀经里面给我们简单介绍啊，七宝池八功德者，这八种功德也是概略的说明啊，说明极乐世界的水超盛。这八种功德我简要的跟同学们说一下。第一个是清净啊，就西方极乐世界的水没有染污，我们这个世间水不清净，即使过滤的纯净水也不清净，我们肉眼看清净，你拿显微镜一看就不清净。佛观一波水八万四千重，说你喝一杯水八万四千重也进肚子，所以它不清净。第二个是甘甜啊，西方极乐世界水是甘甜的，我们这个世间水，你看我们这个地球上什么水最多？大海水最多。大海水好不好喝呢？假如好喝，是不是我们就幸福多了？太不好喝了，又苦又涩又咸。西方极乐世界水是甘美。第三个是清软，西方极乐世界水清软，所以极乐世界水啊，有的时候是朝上流啊，那个水盘旋的，像这个房子里面有柱子，盘旋的柱子往上流它留在这上面呢，因为它清，所以它往上飘，往上流。我们这个世间的水，你要给它压力，它才会往上流；不给它压力，它就往下流。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清是怎么样呢？到西方极乐世界，你要提一桶水，很轻松，因为它是清的嘛。我们这个世间，你要是提一桶水，就不轻松了。你找一个老人，到那个政府组织，提一桶水上十七楼，不许坐电梯，他们辛苦不辛苦？不要说提水，就不提水上去都很辛苦，很轻的。我们这个世间水，又重又硬。硬度很大假如同学们有去游泳池游过泳，你就知道那个水的硬度很大不信你拿这个手用力往水上拍，
你看你手痛不痛？跳水如果没跳好，你整个身体拍在水面上也很痛。第五个呢，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水有润泽的功德。我们这个世间水也有润泽的功德，但是不究竟。你看一块木头泡水泡时间长了就泡烂了，你要泡到这个八功德水里面不会烂。铁钉泡在水里面可能会生锈，但是泡到极乐世界水里面就不会生锈，还有润泽的功效。第六呢，它可以除饥渴。那这就方便了。到西方极乐世界不用吃饭，喝水就行了，它又可以充饥又可以解渴，其实也不需要。我们这个凡夫的身体才有这个饥饿的病、饥渴的病。第七是长养善根，长养诸根。长养诸根就是帮助我们恢复健康。假如现在我有一杯八功德水，哎呀，那这个水可值钱了，多少钱都不卖。眼睛近视了点一滴，天眼通。耳朵背了点一滴，天耳通。那你给我多少钱我也不卖。你看我们凡夫就吝啬，给多少钱都不卖。阿弥陀佛免费赠送，不要。极乐世界就是免费赠送。赠送的不光是八功德水，一个世界都给你。因为给的太多了，所以我们不敢相信。那给我们块糖我们敢相信，给一个国土不敢相信。所以作为同学很勇敢的相信了，那你福报大。你就称念阿弥陀佛的名号，极乐世界就是你的，就是阿弥陀佛为你而成就。所以我们看到阿弥陀佛要亲切，还有哪个佛哪一个人比阿弥陀佛对我们再好的，找不到。还有哪一个人比阿弥陀佛更理解我们的，你也找不到。我们犯错误，佛理解我们，不说我们是恶人，说我们是愚人，愚痴才犯错误。所以同学们如果细心读佛经啊，真的会流眼泪，佛太体贴我们，说话都给我们又把事实真相说出来，又不伤我们的心，而且还要救度。所以读到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修通途法门的人会很感动。他很认真修，修得几乎着魔的人更感动。哎呀，这么辛苦又修不成，原来阿弥陀佛白白赠送，无条件赠送。同学们想想，什么叫大慈大悲，什么叫无缘大慈？无缘叫没有条件。因为我们在这个世间呢，讲条件讲得太习惯了，所以佛给我们无条件的时候，我们不敢相信。所以我们自己把往生呢，就定出来很多条件。这个没做到不能往生，那个不知道不能往生，那个没读到不能往生，那个没听到不能往生，你看我们这个条件就加出来很多。阿弥陀佛实际上是无条件，只有不要阿弥陀佛的，没有阿弥陀佛不要的，所以这个法门才广大。就是长养诸根，还有一个就是温度。西方极乐世界的水安和而且温度适宜，
我们这个世间水不安全，也不温和。啊，你看我们外面挂一个地图，我特意看一看，没有新加坡好像。啊，说这个世界一变了，一变化了，新加坡没有了。啊，同学们，假如新加坡真没有了，害怕不害怕？啊，同学们是幸运的，不用害怕，有些人会害怕。我们在中国还有一些同学问我们十二月多少号，我也忘了，十二月多少号，师傅你在哪呢？我说我也不知道我在哪，没有计划，有计划没有变化快。那害怕的人就赶快看地图啊，哪个地方安全就往哪个地方去。其实我们好好念佛，它都会变化。有灾难的地方没有灾难，灾难大的地方灾难减轻，即使没减轻，真的灾难现前了，我们也见到阿弥陀佛了，要有这个信心和把握。所以这个安和西方极乐世界水是安全，你想让它多深它就多深，想让它什么样的温度它就什么样的温度。我们这个世间水域可就不客气啊，人心不好的时候，感应地震海啸，灾难就现前啊。所以我们这个世间的苦空无常啊，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同学们现在看看新闻，是不是佛讲的这个事实？这个世间的灾难，天灾也有，人祸也有。对，偶然间看看新闻呢，就帮助我们啊，不要故意去看。偶然遇到了，看到了，你看看这个世间是多可怕。然后你要能想到极乐世界，你看这个世间的水，看看极乐世界的水，这个世间的树，你再看看极乐世界的树。这个世间的树你去尝其果味，比如说我们新加坡的树随便把果子摘下来要罚款了啊，你尝其果味还没开悟先罚了500块。那西方极乐世界不是这样，所以它是究竟圆满。岸边无数旃檀香送，吉祥果树，这是佛举出几个例子啊，七宝石旁边的岸上有树，旃檀香树啊，这个香气闻到也能让人开悟啊，修行正果。吉祥果树，花果恒方，恒就是永恒，方是芳香。不光有这个功能，它还能放光，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修条密叶是说这个叶子很细很长很美丽啊，叶子也很啊很密集，它还放光。所以这个树啊，它风一吹的时候啊，这些叶子和叶子之间敲打就会出音声啊，出微妙声音，听了让人开悟觉悟。交覆于池，覆盖在七宝池上，出种种香，放香，事无能喻啊，用世间法来比喻啊，没有办法比喻，因为它是不可思议，它是佛境界啊。世尊跟我们讲的都是跟我们凡夫观念当中比较关心的地方。随风散覆，盐水流分，西方极乐世界的风啊，得风解脱风，西方极乐世界的风一吹到你，你就解脱了啊。我们这个世间风吹大了吹多了很麻烦，
看到新闻上演到美国的这个龙卷风，那可不是德风，它吹过了，你看那房子有灾难。西方极乐世界是德风，后面会介绍。又复持世七宝，地步经商，这跟弥陀经里面讲的就很相似的。优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一副水上，这个就是讲的莲花。这个莲花就是我们一念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就有这个七宝池里面就多一朵莲花啊。所以在座诸位同修，在西方极乐世界都有你的花啊，你一发心的时候，这个七宝池里面就多一朵花，花上标着你的名字啊。那个花呀也有无数化身，在西方极乐世界是在七宝池里，在娑婆世界在哪？同学们知道吗？在你脚下啊。一从佛像舌根念，不觉花随足底生啊。所以中峰禅师开悟了，他见到这个事实，杀手归来从前点，花开赤白与青黄。他真正一切放下了，见到事实真相了。什么真相？见到念佛人脚下有莲花啊。所以同学们，我们看不到，明眼的人能看得到啊，就是修行有功夫的啊，他能看得到啊。所以同学们，我们看是看不到，我们只能看到脚下有鞋，脚下穿着袜子啊，莲花看不到啊。所以同学们，我们以后脚下穿的鞋就属于我们个人的身份啊，不要跟别人比，哎呀那个鞋是名牌，那个鞋是名牌，哪个鞋是名牌？优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摩头花和分陀利花，这才名牌啊。阿弥陀佛牌的最有名的，踩在上面不堕三个道啊。他那个鞋很名贵啊，踩在上面没有这个功效，该怎么堕落还怎么堕落啊。所以我们明白，我们脚底下踩的是莲花啊。但是我们在世间也要适合自己的身份，上寻分下衬家，不是学佛了一定要穿得很破烂的，不是这样啊。在新加坡就不能穿得破破烂烂啊。在新加坡我们有一些场合要穿得很庄严很恭敬啊。在家里面可能穿得休闲一点，到正式场合了就要穿得很庄严很严肃。所以我们学佛人也要懂得恒顺众生，随顺方俗。你看佛跟我们讲经，随顺我们这方面的方俗。我们学佛也要佛法在世间，不坏世间法。我以前在五台山的时候，我们穿的那个衣服，染色衣，布都比较粗的。后来我回到北方，我还穿着染色衣。一进到寺院呢，我师父就告我，赶快把这身衣服换了，在这边别这么穿啊，好像就你有修行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这样就怪怪的。别人你看其他法师在城市里面他穿的可能就是布料要好一点啊。那五台山有一些道场，戒律道场啊，苦行道场啊，它穿着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不能分别啊，一定穿这个样才是修行，穿那个样就不是修行。其实不是这样。所以我到了城市里面了，我师父告诉我赶快换掉，你这身衣服赶快换掉。
不适合在这边，你会不但不能让人升起正念，还让人讨厌。共产党在一块儿一看你怎么这样，怪怪的，不随众。所以我们在这个时间修行，同学们，尤其是修这个净空法，真正高明的人，可能别人都不知道你是念佛人，那你最后临终走的时候才知道你是念佛人，你看这个人高不高？说明这个法门多么自由，多么方便啊，任何障碍都没有。同学们，最高明的人是一个佛字不谈，但天天在弘法啊，跟任何人接触都在弘扬佛法，那个人都不知道，无声无息当中，不知不觉当中把人给度化。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一学到佛之后，我们句句都是佛法，都是拿着佛法来衡量别人，来劝导别人，来供养别人，自己呢自己做不到。所以我们度化众生的效果不好，不良好，一看我们说的自己又没做到。所以只有这个法门呢容易方便直接，这个法门人家看我们修的不太好，修的不太好，最后一看这人也往生了，就告诉我们好好修，但是没修好的人还是能往生，但是不能说故意不好好修，尽心尽力修，能修到什么程度算什么程度，人往高处走，假如修不到一定程度你也不担心，你也能往生，这个多好。所以这个印光大师教我们敦伦敬分行邪存诚，所以祖师不给我们太大的压力。你看祖师教我们学习的内容，了凡四训、感应篇，都是这些基础的因果教育，没有教我们太高深的经典，然后就告诉我们老老实实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我们这一生呢，认真听取祖师大德善知识的教导，我们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条件上扎扎实实的好好学习，学好弟子规，其实一部弟子规就够我们学的，人和人相处把弟子规学好，人和人就相处得好。感应篇了解的跟天地鬼神相处得好，大乘佛法有一定了解，你也能跟这个环境相处得好，但是假如我们认真去做也不见得能把境界转过来，怎么办呢？也没关系，也不障碍我们往生，因为这些事情跟往生不要掺在一起，不掺在一起，我们就永远都有信心，永远都有把握。功夫提升了有信心，功夫退转了还有信心，为什么呢？也没有掺在一起，还是分开来讲，这个就叫永远不退转，这个就叫做一心不乱所以同学们，我们在这个时间修行肯定有退转，这个退转是方方面面，个人的发心人与人之间的相处环境，它都有一个进进退退，我们了解之后就是一个很正常的状况你认识它之后你就不容易受它影响这是我们学佛的好处，尤其我们一心一意想往极乐世界，
那我们对这个世间的要求就会降温，越降温就越快乐，叫知足常乐。那么西方极乐世界莲花呢，在座诸位同学都有了，啊，你也知道在哪里，悟来步步西方，你脚每一步踩都踩在莲花呢，步步西方。所以同学们平时散步啊，都可以念佛。同学们再往下看，讲这个水善解人意。若彼众生过欲此水，欲至足者，欲至膝者，欲至腰腋，欲至颈者，或以贯身，或以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溪水一一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先看到这里，我们看了之后惭愧不惭愧？我们人不如水呀，我们凡夫不容易善解人意。你看阿弥陀佛，他成就的世界，他这个水都善解人意。人在这个水里面洗澡的时候，你想让水深一点，它就深一点，啊，欲至足者，再深一点，欲至膝者，再深一点，欲至腰腋，再深一点，欲至颈者，啊，或以贯身，啊，你想让这个水啊，浇你的身体，它水自动。就知道我们的意思，啊，我们这个世间水也能听话，但是你要用一些机器来遥控它，那有时遥控还失灵。在我们中国有一个居士冲凉的时候，啊，他的热水器跟我们新加坡的不太一样，他是先把水存起来，然后用电烧开，然后在调节的时候呢，冷水和热水混合，啊，来洗澡。但是他没调好，他打到纯热水，水一开受伤了，啊，所以遥控不好也出问题。啊，西方极乐世界的水，啊，七水一一随众生意，啊，你一有这个念头了，他就配合你。开神悦体，啊，这个水洗个澡人开悟了。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要是不成佛非常困难，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要想成佛非常困难，啊，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你想起烦恼没有处，没有地方，没有这个缘让你起烦恼。在娑婆世界你想不起烦恼，你越想不起烦恼越起烦恼，娑婆世界的缘不好，啊，修行非常困难。所以在娑婆世界修行一天等于在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这形容极乐世界修行的方便。啊，所以同学们你仔细观察极乐世界的境界，到西方极乐世界修行还用不用作意呀，啊，我要发心修行，啊，我要好好摄心修行，用不用？这样修行就很辛苦，啊，你看我们在这个世间想修行，不要说想修行，想做个好人难不难？一发心做好人，过一段时间你就会感慨做人难呐，做好人更难呐。这个话一说出来就快退心了。所以在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境界不可思议。底下讲宝刹映彻无声不照，西方极乐世界水是清净的，而池底的沙是放光的。啊，这个境界我们有点想象不到，我没有遇到这样的池子，啊，池底放光的，同学们有遇到过吗？
这个我们可以打祷妄想啊，你念佛念不下去了，你可以照这个打祷妄想，看那池子是怎么样。然后微澜徐回转向灌注啊，微微的小的微波，缓缓的转向灌注啊，这个水会有声音出来。波扬无量微妙音声，这个音声里面说法，或闻佛法声声，三归一。波罗蜜声就是大乘佛法，止息极静声小乘佛法，无声无念声事实真相，实力无畏声就是佛境界，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慰声，这形容这个水说法的圆满。我刚刚来新加坡的时候，在新加坡净土学会培训班的时候，我一来有一个法师就送我一个光碟，这光碟的名字叫音鸠，就是音声真灸，好像是这个意思。啊，就这个光碟，你听了之后啊，能帮助你身心灵愈。啊，你看我们有些地方有流水声。啊，古时候的很多高僧大德，他听这个流水声开悟，像中峰禅师就是。啊，在天目山，听到天目山泉水。流水的声音，哎，开悟了，这说明这个水声确实说法。像我们业障重的、根性差的呢，我们听的不开悟，但是也很舒服。小河流水的声音，哗啦啦的，一听，心情也不错。你像我们好像有一个佛号，就配着流水声的念佛号。也很好听，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水声更殊胜。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诸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于法相应。这就证明阿弥陀发的愿，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以后，你心自然就永远清净，你的心自然就无诸分别。同学们看，西方极乐世界有鸟，那个鸟能讲经说法啊。然后佛告诉我们，那个鸟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啊。所以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会发现一切的一切都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啊。那在我们这个世间呢，从理上讲，一切的一切也可以说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但是我们修净土法门的人呢，在这方面不要去参去悟，因为偶益大师教我们不谈玄不说妙，这一点很重要。假如我们按照这个观念去参去悟啊，一切皆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到时候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来接你，那一切都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万一冤亲债主先来了呢，这也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去了才发现不是，那回不来了。所以净土法门呢，同学们，我们就执着一点啊，学着笨拙一点啊。什么叫执着一点？阿弥陀佛就是阿弥陀佛，我就跟准了这样的阿弥陀佛唱啊。你看净土法门里面，佛给我们指方立相啊，指着明确的方向，西方啊，
有极乐世界，有佛号阿弥陀，所以我们阿弥陀佛就是阿弥陀佛啊。所以连其他的佛菩萨我们也认识啊，人我们也知道，知道怎么样，我们要记住跟阿弥陀佛走。我念阿弥陀佛，我就跟阿弥陀佛走。在世间我们确实有分别，分别就分别吧，就分别的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你做不到无分别，就别逼着自己硬做，容易出问题。假如你执着个无分别，那同学们想想有没有分别，还分别个有分别跟无分别，还是分别。你执着个不执着，你还执着一个有执着和不执着，还是执着啊。所以我们老老实实的不在这方面去分神，多老老实实的念阿弥陀佛。所以祖师大德讲，还愚痴生极乐啊，这个愚痴就是我们念佛的时候就老老实实念，在世间生活的时候呢，我们该分别的时候还得分别啊，你不分别就出问题啊，不分别我们就会破坏五轮，长幼有序。你说我不分别了，不分别回家了，父不父子不子，在学校老师不是老师，学生不是学生，无分别嘛，无分别就乱。所以我们这个世间相呢，它相上是有这些差别，没有这些差别就会出问题。你看国家跟国家的差别也有你看为什么有些国家它是免签，有些国家必须办签证，现在我觉得也是对的啊。假如没有这些政策，可能这个世界也会乱啊。所以我们这个世界需要一些分别执着的这些法律规章制度来维持世间相。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如果不要分别了，平等啊，超市要什么钱呢？不要钱，就随便拿吧。啊，飞机随便坐，世界到处随便走吧。你看看谁还干活？就这个世间相必须要有这些，啊，这些法则来给它维持。啊，我们学佛的人呢，啊，就是随顺这个世间法。学佛要是学不好了，要无分别，那可就麻烦了。你不分别，人家分别，不分别，你到一个地方该你走的路你不走，无分别嘛，我走什么人行道，我走快车道，你看你就危险。人就走人行道，步行的时候就走步行道，走人行道，开车的就驾走车的道啊。所以这方面我们学佛的人，像这个一般人不会犯这个错误，但是有小的一些偏差的地方，我们学佛人有的时候会犯。你看我们听蔡老师讲《弟子规》的时候，讲到一个居士驾车，啊，他是亲自驾驶员，驾着车头撞回来了，跟后边人说话，啊，后边的居士说：“哎呀，驾车呢。”没事，阿弥陀佛保佑，怕什么？保佑是保佑了，现在一出问题了，能往生，但是你可能会伤害到别人。啊，如果你是这么个无分别，你驾车的时候我不敢坐。这个，那路上的行人也危险。那以后考驾照的时候，那个警察就说：“你学不学佛？学佛不能发，发就发危险。尤其是念佛法门的人啊，不能给他驾照，太危险。”
所以这个无分别呢，我们在这个世间，我们该分别的时候还得分别。为什么末法年代我们学佛容易出问题？就执着这个经文，然后我们住的地方跟世间法有冲突，然后别人跟我们接触之后，哎呀，学佛的人怎么都这样，那就很麻烦。所以末法年代修净土法门最好，往生这边无分别，就念佛的时候无分别，好好念啊，口称佛名，口念弥陀，听弥陀，就这么念啊，你也不要分别有没有妄想啊，有没有清净啊，有没有都不管它，就老老实实念。这边在这个世间住着，有这世间法，该分别的时候分别啊，这样我们做事情呢，你的上，我们说你的领导啊，你的老板呢一看放心，你要是无分别的他就不放心了。所以我们在世间法上不能破坏世间法啊，没入佛境界呢，我们拿着佛境界走会很危险。西方极乐世界它自然无诸分别，正直平等，在那个环境下你的善根成熟了，随其所闻与法相应，你该听到什么法自然就听到什么法。你像在我们这个世间讲经不容易，但是会讲的不如会听的，讲经讲得再好，那个人不会听那才麻烦了。不会听就吃错药，吃错药就出毛病，所以不会听的人最好听不懂啊，听不懂功德无量啊，听懂麻烦了，他听错意思了，他以为懂了。所以听经要不然听懂，要不然就听不懂，可别听错了意思，这是最麻烦的。那我们学这个净土法门，在世间法上，在通途法门上的理念，我们不能够违背，但是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出路，阿弥陀佛这个特别法。所以我们平时说话做事跟别人相处的时候都是通途法门，不能违背。那一讲到往生，对不起，这些事情不要往里掺了。往生就是阿弥陀佛特别的一尊佛，特别的一个法门。所以同学们，你往生的事情，把你从这个娑婆世界所有观念里面把它单提出来，叫单提一念啊，阿弥陀佛的一念。所以你把它单提出来之后，你往生就决定了啊，这个单提出来了，往生决定了，但是我现在还活在这个世间，还跟这个世间众生有缘，这个缘分我们要按照正常的规律去办事啊。印光大师就怕我们合在一块儿，合则两害，好了，你也搞搞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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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麻烦了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生活，什么事情还是要按照规律去办事啊，当然有特别人物可以，那是难讲，正常的情况下我们都按规律办事。我在大陆遇到有个同学在寺院里面发烧了，烧得很厉害，准备去医院，那旁边的同学说，信不信佛呀还去医院同学，那我信佛吧啊，我去医院了，过了几天肺炎啊，他的急需的时候啊，就可能就需要一些啊西药啊，或者是打针啊吊水啊，把他这个烧降下来，不要破坏他的身体器官啊。所以有的时候你要按照世间的规律也不能破坏，当然你念到有阿罗汉的功夫那不用说，然后说一静下心来烧就下来了，你还没那个功夫，还按阿罗汉的这个境界要求，发烧了
信不信佛呀？太迟要了。那同学们，你怎么办？假如有些事情需要吃药就好了，你何必折磨自己？假如不许吃药，那佛当年你说在家居士供养出家人，世世供养，为什么要有必要的供养？那说明出家人也得吃药，有病啊，需要吃药的时候就得吃，药不能吃，那我就你饭也不能吃。正常生活还是要符合正常生活的规律，同学们这一点千千万万要注意，否则佛法的红船就会有障碍。以后医生一问，哎，是不是念佛的？念佛的不得看，不讲佛的不行。那这就不行。但是有些情况是不需要再去搞的，比如人的寿命到了，这个病已经治不好了，没有必要去吃药去抢救或怎么样，那就不要去做了。正常生活当中该需要的时候还得要。有的时候有些同学一听别人说话都说人，哎呀不好意思，我一吃药就不信佛了。所以了解这个法门之后，我们就懂得了不要受这些影响。通途有通途的道理，特别有特别的教义，不要掺和在一块儿。有病了一吃药，还想不想往生了还吃药，那就不能这样。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懂。七，我们再往下看。七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所以在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学习佛法不操心，很自在。在娑婆世界学佛法要注意。我们在中国有一个小朋友常常跟着我们到处去学习，到处去护持我们，到处去讲经。过年了，我来新加坡了，这个小朋友要回家了，我告诉这个小朋友，我嘱咐他的话，哎，我第一个回去不许弘法，不要跟别人讲佛法，老老实实的念你的佛号，也不要跟别人介绍佛法。第二个，过年回家了，我跟他说的，我要求他的条件，我说你即使打麻将，也不可以跟别人听，随便听别人讲经。同学们能听明我这个意思吗？我说你假如回家了，家里人都是在过年，你是年轻人，要找你玩一玩，我说这个都可以。这个为什么呢？明枪易躲。你学佛了，你知道这些事情是不应该的，是错误的。但是有的时候在家里面过年，偶尔陪陪家人，一年回去一趟，我说没关系，我不怕你玩这些东西，因为你知道这些东西不可以啊，是学佛人我们应该避免。明枪易躲，知道这个错误啊，你接触之后你不会往里面一直往里面扎的。但是你听别人说法，你就要注意。结果我过完年再回去，再看到他，真的有点受影响了。到寺院里面，一个算命的一算，算跑了。算命最影响人，没说你什么什么，马上你就被人抓住。我告诉他为什么不让他听经说法呢？因为他还没有辨别能力，没有辨别能力，人家说的确实是正法，你都会受影响。你像这个通途法门跟特别法门，你要辨别不开。通途法门也是佛说的，也是有经典依据，说完之后你不懂得分离，你往生的信心就被破坏。我举个例子，你比如说楞严经上的佛说，众生还吃肉就不能出三界，怎么修都出不了。
假如这个念佛人他还没有全书，你说他听到之后害怕不害怕？啊，完了，我这个生活环境不允许我吃素，但是我又没办法，我还想往生。那你一听佛在楞严经上这一讲，你的心就一参乱，你就没信心了。所以以前老法师告诉我们的真实真实教德，学习佛法，你学习哪一宗，学习哪一派，你就遵守你那个宗派的宗旨好好修，不能参乱。你学习别的宗，回向净土可以，但是你要了解怎么往生的，不是你修得好往生，是完全靠阿弥陀佛愿力往生。说宗旨一混乱，人就乱套。善导大师在《观经四帖书》里面就讲，维摩经以不思议为宗，维摩经教我们就是叫不思议为宗旨，怎么样把思议放下。那同学们，我们修净土宗的宗旨是什么？通途法门的宗旨总的方针是什么呢？以戒定慧断贪嗔痴，断惑正真，了生死出三界。净土法门呢，净土法门是念佛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自然出三界。所以它出三界的方式不一样，不能混合而谈。所以有的时候啊，善知识是方便说。你像老法师给我们讲经，我们常常听到的，口念弥陀心善乱，喊破喉咙也枉然。所以很多同学，我们问他念佛往生有没有把握呀？没有把握。念这么多年佛，怎么还没有把握呀？我口念弥陀心善乱。这是善老法师告诉我们，念佛就好好认认真真的念。实际上这个话是禅门里面的话，它是修心的。我们净土宗呢，不以修心为第一，以往生为第一，这往生才是真正的修心。但是我们不破坏修心，不是拒绝修心，是以往生为第一目标，为第一德。还有一句话呢，我们容易乱的，心静则国土静，心静则国土静，不是净土三经里面的话，是维摩经里面的话。维摩经是以不思议为宗，它不是以念佛往生为宗。所以我们总认为啊，我心静了国土才静，这是通途教义，就依报随着正报。你心不清净，佛祖不会清净。但是这阿弥陀佛这个法门呢，它很特别。这个阿弥陀佛的佛号啊，这个法门不破坏这个心净和国土净的教义。因为这个佛号投入你的乱心呢，你的乱心就不得不佛。所以当你念这句佛号的时候啊，口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静。自然是什么？你不要去修了，它自然就静了，已经静了。在已经静的情况下，你又想我静不静呢？那就你这一想叫什么？当你念佛号的时候叫觉海，我静不静呢？虚空气了。哎，我怎么不净呢？业浪流了。所以中峰禅师在三十七念里面一开端就把事实给我们说清楚。什么叫觉海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以前还没解，上回讲三十七念没有这么清楚。阿弥陀佛的觉海，哎，我净不净？
虚空起，我怎么老静不下来呢？夜浪流，想不想登彼岸呢？有若人登彼岸，极乐有归舟啊！想想怎么办呢？阿弥陀佛，又念回来。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就这么念佛就好。佛号投入乱心，乱心不得不佛。所以我跟同学们报告，阿弥陀佛就是清净的意思。我说的话有没有根据？根据就在《无量寿经》第38品。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阿弥陀佛还有一个名号叫无量清净平等觉，所以你念的时候已经清净了。啊，所以我们怎么样回归到觉海？你要知道觉海是什么？阿弥陀佛，回去了。啊，回到特别法门了。但是在世间跟人相处呢，你就说回夜浪流吧，不流都不行的。啊，说回夜浪流，我们尽量往好了流啊，留点善业，别留了恶业。叫断恶修善，敦伦尽分。做完怎么样呢？若人登彼岸，再回来，阿弥陀佛，绝对能往生。所以这首偈颂就是我们日常生活，早上一起床，阿弥陀佛觉海，上班工作虚空起，开始造业啊，造业，你的工作很好，对社会有贡献，善业，高品位往生。工作不大好啊，有点这个有点杀生啊，或者有些其他的不太正的业，或者不是纯正的业，但是没办法，我又得靠这个生活，那你做吧。啊，做了之后可能有一些副作用，低品位往生还是能往生。啊，我说这个话不是鼓励大家做不好的行业，因为确实有些人他做到不好的行业，他没有办法解脱，他没有这个勇气，没有这个心力，但是你不能放弃他，这个叫佛事门中不舍一人。他改不过来，佛也不舍他，念佛。但不是鼓励大家去造恶业，这个意思不能听错。这句话是就那些改不过来的恶人，还给他们一条出路。这是佛不放弃任何一个众生。啊，所以这样明白这个道理了，我们就知道，不是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以后才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同学们明白这个道理，你现在开始就不退了。功夫境界会退，往生不会退，肯定往生。啊，所以同学们，因为我们在这方面的观念熏陶的太少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学完了之后啊，你不熏啊，熏老熏普通观念，熏普通观念，特别观念没有了，又回去了。啊，所以我在印尼的时候，印尼的会长说，我在的时候，哎，大家往生信心呢十足。我离开了一个月，差不多了，温度降的差不多了。啊，这个怎么办呢？就是大家常常看读经。看祖师大德的这个判教理念，所以我这回把印光大师道场的那三副对联呢，我就供养大家了。啊，这三副对联就提醒我，啊，你一看明白他的大意呢，温度永远不会降。啊，我们修行的功夫肯定会有起起落落。啊，缘分好了，打佛七啦，做三时信念了，啊，很清净。打完夫妻回家了，好长时间没有在一块共修，也没认真修学了，在这个公司行号里面忙得有点乱，功夫又退，这个没关系，信心不退就好。功夫有进退是正常的，正常的我们心就不慌了。同学们再往下看，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
吸收谦虚之身，无极之体。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个身体是谦虚之身，无极之体。大家想想，我们在这个世界很多烦恼是从哪来的？就是这个身体带来的。哎呀，我的身体的受用啊，别人对我这个身体的看法呀，我对我这个人的看法呀，我名啊，我身体受用的物质利，哎，我太累了要休息，财色名食睡都是从这个身体演出来。我们的一生当中忙忙碌碌，就是为这个身心而服务，唯心走死。所以我们这一生只要是在六道里面都是奴隶，妄心的奴隶啊！妄心要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去干什么，你要心想了才会去干。但是妄心念佛，妄心就变成佛啊，这是最好的一个因缘啊。那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这个虚妄之身，所以我们很多妄想分别之后自然就不会起啊，你带着业不会起这个业啊。你有病，你吃东西的时候就要注意。假如你没有病了，你这个身是金刚不坏身，你还注意吗？同学们，假如你是金刚不坏身，车上就没有安全带，用什么安全带？金刚不坏身，骑摩托也不用戴头盔了啊。因为我们这个身不行，所以我们到冷寒冷的地方我们要带棉衣啊，坐车呀坐什么我们要绑上安全带啊，在这个房间冷了我们要带披风，因为这个身体不行。到西方极乐世界身体好了，不需要这些，冷了热了下地狱了都怕，地狱很热不怕热，谦虚之身无极之体。现在我们这个身就不行。不闻三途恶恼苦难之名啊，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这些名都没有，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啊。这个无量寿经呢，同学们如果念佛念不下去了，我们念了一点，因为做一桩事情时间长有点烦啊，这是也正常的啊。我们念佛念的有点，哎呀，念不下去了，调节一下啊，读读无量寿经啊，或者听听无量寿经，做一个调节。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面特别体谅我们，他教我们修行啊，你要会调节。你看三十七念呢，就是中峰禅师给我们调节。啊，先诵经，再唱赞，再念佛，再发愿，再忏悔，哎，这一天过得好快呀！假如这六个小时不要干别的，专念佛号，我们念一念就东张西望，几点？该出去了吧？一桩事情我们人浮躁啊，一桩事情摄不住心。世间的爱好还可以能摄住心，这个事情我们很陌生，而且修行啊，有的时候就是让我们对着我们习气啊，就比较痛苦，有时候需要强迫性的啊。所以我们学佛要是能学的跟这个打麻将的人呢，可以打三天三夜那个劲头，那就不一样了啊。他一打了，哎，怎么天这么快就亮了？那我们念佛念一夜。天怎么还不亮了？然后爱好不一样。一个人呢，对念佛有信仰之心，就像他打麻将一样，像老鼠爱大米一样，那就不一样了。那这个人是大善根之人。所以我们没有这个爱好心呢，我们总想培养，求佛力加持。法师，我也不信佛，怎么样我信佛呀？念阿弥陀佛。哎呀，我念佛我都念不出来兴趣，怎么办呢？念阿弥陀佛。念着念着就有兴趣。
那祖师教我们很多方便，就是你学佛当中啊，要活活活活的去调节，念会儿佛念累了，听听经，听经呢听累了，读读经，读经读累了，绕绕佛，绕佛绕累了，拜拜佛，拜佛拜累了，静静坐啊，你反正这种方式去调节，啊，会调的人就是会修的人。那同学们再往下看啊，我们学习这个无量寿经呢，不是详细讲，主要是跟大家熏习这个净土法门的判教特别之处。大家看第十八品，超世稀有第十八，这一品开始就讲西方极乐世界的正报。正报就是这一品是讲的极乐世界的大众，超世稀有。同学们，在座诸位同学个个都是超世稀有，尤其是在新加坡这么好的环境啊，受用这么殊胜，大家今年有时间来听我讲念阿弥陀佛，真是超世稀有啊！一般人呢没有时间来听经，都在世间享受啊，这个时候在家喝个咖啡看看电视，这不挺好吗？这大老远的坐车跑这儿来啊，来听念阿弥陀佛这个法，超世稀有啊！你看整个新加坡有多少人，有几个人喜欢在这边来听经学习念佛法门的，超世稀有。而这个法门又是超世稀有啊，所以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怎么厉害，是这个法门太特别了，所以我们接触这个法门，我们就变成特别人物啊。同学们看看西方极乐世界怎么个超世稀有啊，比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稀有，形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说，故有天人之名啊。这第一句就总说啊，容色怎么微妙，后面啊佛举个比喻啊，我讲不出来了，讲出来了大家也听不懂了，所以佛给我们举比喻让我们去体会。那这里面有一个重点，形同一类，无差别相。同学们想想什么意思，我们念佛往生有九品往生啊，在我们通常的观念呢，九品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应该长得不一样吧，上品上升的应该庄严，像我这个下品下升的可能也庄严，但是没有上品上升的庄严，这我们普通的观念啊。我小的时候刚接触这个法门的时候，我是那么想啊，到西方极乐世界莲花一开出来一个小娃娃小娃娃慢慢长大变成菩萨，菩萨再长大变成佛，我是这么想的，因为小时候就想我是这么长的嘛啊。其实极乐世界不是这样，一出生就跟阿弥陀佛一样，形同一类，无差别相，这个多好啊，这个我们就不要执着品位了啊，当然品位高更好，品位低一反正能往生就行了。所以偶益大师讲，只图下品连生，便是终生定局，不敢大言欺世，自持法门受辱。所以偶益大师说了这个话，他也确实，祖师确实实实在在啊。偶益大师在46岁的时候就说自己做一个三归行人，菩萨记、比丘记、沙弥记、五记都没有，就算个三归记。这就告诉我们这个时代的修行人
有名无实。祖师这个事件就提醒我们，祖师都这样了，我们哪去了？我们连三规都没有，所以我们受了三规了，受了五戒了，乃至于出家了，我们心里都明白了，有名有相无实啊。所以我师父给我起这个法号叫盖实，叫有名无实，就这个意思。但是一念阿弥陀佛就实了啊，老实念佛。以前问有人问我，法师你这哪个实啊？我这老实的实啊。我这同参道友说一捅我，哪里是老实的实？我说是老实的实，不老实的实啊，不老实的实。所以我们都不老实啊，学老实。说学老实都有点惭愧啊，好好念阿弥陀佛，我们的心都不老实啊，身体有的时候也不老实，看到好吃的多夹一下就不老实了。那西方净土啊，你看但因顺于方说啊，顺着我们这个观念才说有天有人，实际上呢，实际上是不可思议。所以同学们，即使地狱众生往生了，跟阿弥陀佛也是咸同一类，无差别相啊。所以我们看看现在虽然身体差啊，各个方面都不灵光了，没关系啊，马上就全灵光了，就跟阿弥陀佛一样，好好念。后面这句话佛说完了，其实这个意思说完了，但是怕我们不懂，后面举个比喻。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宁可内乎啊，你看皇帝跟这个讨饭的人在一块，能不能分得出来啊？到极乐世界分不出来，在这个世界一看就看出来。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比漏，有比乞人在帝王边矣。我们这个世间的帝王不如转轮圣王啊，转轮圣王是人道里面福报最大。转轮圣王威相第一，比之忉利天王又复丑劣，人王跟天王比又没办法比。第六天啊，假定第四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啊，第四天王跟第六天王比又没办法比，层次越往上越高。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及待啊。这个我们按这个比喻啊，大家愿意想就想一想啊，反正我是想累了，阿弥陀佛啊，想也想不清楚。总而言之的差别很大啊，你看我们人间的这个相貌差别就很大。不要人和人比，你自己跟自己比啊，你年纪大了，你看看你年轻的时候的照片啊，我现在跟小时候照片变化很大啊，一般人看我的年龄啊，都跟我实际年龄相差太悬殊了，都把我看得太老了啊。就自己看，哎，我刚来新加坡的时候跟现在都不一样，我差别很大啊，业障重嘛，所以老化的特别快。那到西方极乐世界呢，光颜容色就不一样啊，身体状况也不一样。人的身体是这样，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他化自在天王，就是我们升到极乐世界的受用，就他化自在天呢，他福报大，他都不需要自己来变化，就化乐天的人变化来供养他，其他天的天人呢，来去变化就是照做，然后供养他。啊，就像我们吃的饭，可能不是我们自己种的，不是自己做的，而是我们直接拿来吃，
啊，但是西方极乐世界一切的一切都是阿弥陀佛来供养，所以阿弥陀佛的供养更圆满。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计备。同学们想想，我们自己修到天人这个福报，你怎么修啊？在这个世间，你要修了这个大福报之后，你就不住在这个世间。你看释迦牟尼佛的母亲摩耶夫人，生了释迦牟尼佛之后，住世只有七天就往生了。为什么呢？他生了佛，福报太大，这个世界没有福报能让他享受，他生到超一天。同学们，我们这一生可不是生超一天，生到佛境界里面去，凭什么我们业障这么重？你又没生佛，生出个孩子还不孝顺，冤亲债主，你入佛境界了，凭什么？啊，因为生出来像佛一样的这个大圣人，凭什么生极乐世界？凭你念阿弥陀佛。所以同学们想想，啊，这个才叫超世稀有啊！啊，念佛的人都殊胜。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不可思议。所以同学们，你自己按照通途法门去比一比，你试一试那个修因正果多困难，然后你再看看念佛到极乐世界的受用是什么受用，对比一下，你就知道特别法门它殊胜之处啊！所以它根本就不是我们修的，我们修是修不到那个境界啊，完全是佛力加持的。祖师说这个话，你再看《无量寿经》是不是这个道理？啊，你能修到跟阿弥陀佛的长相一模一样？相貌是福报，没有那个福报就没有那个福报相。阿弥陀佛的福报是圆满福报，我们凭什么跟阿弥陀佛长得一样？我的业障一大堆，长得像就偷着笑了，还长得一模一样，形同一类，无差别相。那就凭靠阿弥陀佛的善根，凭靠阿弥陀佛的福德，念阿弥陀佛是第一增上缘啊！所以同学们，你学习之后啊，再回归到念佛上啊，你感觉念佛太好了啊，感觉不到我也念啊。我在国内遇到一个不是老居士，一个老人家啊，他听我讲，讲了半天，好像在讲神话，但是他就信了，啊，他比那个念佛人念的还精进。他老伴儿劝别人学佛，但自己不学，因为他说他不能不吃肉，所以不好意思学佛。啊，他跟他老伴儿在大街上走，他跟他老伴儿嘴里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直念。哎，你怎么念佛呢？他老伴说一句话很有意思，那个法师讲啊，我看啊。